来自不同地方的公路人因为梦想号角的呼唤而聚集在一起，为了完成心中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他们参与台九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后续计划，齐心解决多良大鸟段道路现行不佳以及容易坍方落石影响用路安全的问题。他们的用心与坚持让台湾东西两岸的距离不再遥远。从屏东沿着台九线南回公路来到台东县达仁乡后，便可以看见湛蓝无垠的太平洋美丽动人的山海景色。这是台东海岸独有的自然风情，让人不自主地爱上这里的一切。在台九线南回公路太麻里段，更有一座号称全台最漂亮的火车站——多良车站。站在车站月台，就可以远眺太平洋，感受美丽的海天一色。如此的美景，在众人口耳相传的情况下，成为许多单车族和开车族行经南回公路必定造访的景点。但是这美丽的海岸风光下却隐藏着危机。在南回公路大鸟往北行经嘉金林、大竹、大溪至多良路段，可看见海岸沙滩出现了严重流失的景象。开车经过这些路段，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海浪就在行驶的道路旁拍打，令人心惊胆跳。因此公路总局推动台九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后续计划，借以改善多良大鸟段的车行现况，确保这条台东通往高屏地区的唯一公路能够安全顺畅，让民众能够更安全地亲近台东美丽的海岸风光。南回公路多良大鸟段是沿着海滨而建，东临太平洋，西倚海岸山脉。道路拓宽腹地有限，加上海岸山脉地形陡峭，坡度甚大，若要改善原有道路，只能向临海这一侧来拓宽，以避免上边坡开挖扰动对地貌生态产生的冲击。因此公路总局工程人员考量施工工期、安全性、对交通影响、地形限制、运输动线等要件，决定采用挡土墙、半边桥或栈桥的方式来拓宽。施工界面共分成 B1 标及 B2 标，其中 B1 标有多良段、大溪段及大竹段三个路段工程， B2 标包含嘉金林段及大鸟段两个路段工程，由原来的两车道拓宽为四车道。完工后可大幅提高行车的舒适及便利性。南回公路多良大鸟段紧邻山壁及海岸，加上部分路段海平面与路基高度甚为接近，缺乏施工腹地，如何克服地形问题让工程顺利进行，成为了本计划路段施工初期首要面对的挑战。为了避免巨浪对人员及机具安全造成危害，工程人员将原本保护台九线南回公路旧有的消坡块往外移，形成临时防坡堤，隔开海潮，在施工完成后再将消坡块移回至新设挡土墙的海侧边。只是遇到涨潮、台风或东北季风侵袭时，大浪还是常常越过临时防坡堤，威胁工程人员及施作机械的安全，这时就必须马上撤离，以避免发生危险。
虽然工作的过程中受到了海象与气候严峻的挑战，但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是秉持着勇于面对挑战的精神，努力克服施工环境的劣势，用最厚实的道路工程为台东地区的民众打造一条安全回家的路。由于南回公路多良大鸟段是沿着海岸施作，海浪对道路路基及挡土墙基础的冲击影响甚大，因此如何防止海浪刨刷路基对道路产生危害，成为公路总局工程人员在临海侧施工时又一个必须克服的挑战。工程人员采取警示基础加护岸工程的方式，并运用旧有的削坡块以防止海浪的冲击掏刷。另外，在 B1 标容易遭受浪袭的路段，工程人员以防浪墙减低海浪对路基产生的冲击。明隧道多设置于易崩塌路段，以防止落石掉到路面造成路基损坏及交通中断。类似像遮雨棚的道理一样，位于南回公路大竹段的大溪明隧道便是一例。公路总局在既有大溪明隧道旁新设北上线明隧道一座，长度 127.6 公尺，完工后将可防止落石坍方，以避免道路交通受阻。虽然本计划施工路段易受海象及气候条件影响，但是工程人员努力克服海浪侵袭可能造成的路基掏空问题，为本计划路段提供最佳的安全性。任何工程的施作都必须注重生态环境的维护，以降低道路对周遭环境生态的影响，并兼顾工程安全性。本计划路段在规划阶段、施工前后皆确实执行环境管理与各项监测工作，依据调查成果评估工程进行对生态、物种及环境造成的影响，作为道路施工改进的参考。在本计划施工过程中，生态监测人员在多良火车站附近发现台东地区重要树种棋盘角，虽然并不在施工范围内，但是工程人员仍做详实记载，妥善照护，为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为顺应国际潮流及配合国内公共工程节能减碳政策，公路总局推动碳足迹管理计划，在本计划施工过程中计算其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希望借由妥善的管理、适当的材料、合宜的措施，减少施工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环保尽一份心力。为了维护台东这片美丽的后山净土，减少因为道路施工时可能带来的环境伤害，公路总局工程人员透过环境与工程的管理，努力将工程对周遭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现在，这条希望的道路已经开始进化，未来它的蜕变将为台湾东部带来全新的改变。